Good morning, everyone. This morning with Dr. Kent Lumpus teaching. So just to remember, tomorrow is 1 hour different than today. It's for the daylight change. So tomorrow will be the time is everybody have to check. 那么各位早安啊！今天呢，我们高兴仁波切继续给我们的教学。然后明天呢，因为夏令时呢，所以有一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大家请注意哦。那么感恩仁波切给予教学。很多人呢也说仁波切讲的法非常的深奥。然后有一位弟子呢，他。问到的是，如果没有皈依的，可不可以听闻仁波切的法？所以仁波切说呢，是可以的。Yeah, let's start. Yes, I'm just waiting. Okay, we're going to read opening prayers one time each prayer. Okay. All mother sentient beings, limitless as space, especially those enemies. 与我声称之怨敌，害我自魔障，及诸障碍，解脱障碍成佛者，以其为祖。乃至等虚空一切慈母有情，愿皆具足安乐，远离痛苦，速得无上圆满，正等珍贵菩提果。是故愿我乃至成佛间，身与意皆勤于善；愿我乃至尽行受，身与意皆勤于善；愿我得自今日起。身与意皆勤于善，乃至正得菩提藏，一切诸佛我皈依，如是我亦皈依法，以及菩提萨埵众，如入往昔诸如来，云何发起菩提心，修学菩萨资学处。彼皆循序善安住，是故为利众生故，我亦发起菩提心，同理亦于诸学处，即当次第而修学。诸佛正法众中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施等诸福德，为利众生愿成佛。愿等虚空一切慈母有情众生，皆具乐及乐因，愿其皆离苦及苦因，愿其不离无苦妙乐，愿其皆得住于远离爱嗔之平等舍。四周宇宙世界之坛城，广如大海世界善福报，一切无漏水意妙供养，祈祷慈爱，祈祷慈悲护爱，有情众自身享乐及所拥有部，蕴结五根现在与未来，一切我与我子诸事物。供养加持，寂灭我自心，有时无时无边解脱界，生灭往来去常与断灭，超越名相本性曼达共，净供愿证自尊无二果。Om Guru Deva Da Gini Rana Mandala Bodhisattva Soha。Of the greater and lesser vehicles, and the teachings common to both. 依据所有众生愿，心系个别之所依，祈求转动大小乘，共同中去自法轮。
Good morning, everybody. 各位早安。Hello, everybody. 大家好。First, we just relax. 首先呢，我们放松。Reflect our mind. 然后呢？去看我们的心身在何处，让身与心呢一起放松，然后升起利他心，然后为了一切众生的利乐发起正悟的菩提心，然后带着这样的动机来听闻佛说的心经，来清净我们的心，然后修持菩提心，发愿呢证悟无上的佛果。而这样的做呢，是为了利益无量的友情，所以带着这样的心来开始听闻佛法是很重要的，它会变成出离轮回的因，也是证得完全的快乐与寂静的因。所以呢，要确保我们有这样的动机，带着这样的心呢，我们吸气，带着慈心与悲心呼吸，治疗我们的心，完全治愈我们的心，然后把所有的压力，所有心中的烦恼呢，把它呼出。这样会帮助我们保持心的正念，然后意念起佛法的教学。那么接着回到文本，那我会念诵，然后呢一步一步的说。The Sutra of the Heart of the Glorious Lady Panjaparamita。所以这里呢是般若波罗蜜多母啊。这里说的母呢，或者是殊胜的母亲呢，她是般若波罗蜜多之母。所以这是般若智慧之母。为什么说是母亲呢？因为母亲呢，她生下小孩啊，所以佛与菩萨还有罗汉的母亲就是般若波罗蜜多。This is the where our understanding, you see, all the Buddha's teachings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the design, a taught
那所有佛法从一开始呢，它的设计啊，或者是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去除我们一切的心中的迷惑与烦恼。所以昨天稍微讲到了一点，那你们也应该是看了很多的书了，也了知道轮回世界当中的众生身心都有很多的痛苦，而痛苦的根呢，是因为迷惑，我们对于所看到的事物以及它的存在呢，是迷惑的。我们的感知呢，也是造作的，没有办法看到实相。所以《心经》当中说，设即是空。所以我们要看到自然的色相，也就是空性，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空即色即是空啊，看到的色我们觉得是不变的色相，坚固的色相，而这样的迷惑呢，是基于我们的无明的。我们看到的一切呢，感觉非常的真实，是不改变的，没有看到事物的改变，没有看到无常，每一秒每一刹那的改变，我们无法看到，或者我们看到的是觉得是真实的。所以像昨天说，我说我小的时候我这样说，就好像我是真实的。那如果但如果你看到小时候的我到现在有多少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呢，就是如一种幻象一般的，那么它是一个让我们看到事物如幻本质的一个开始，一个开端。那么像昨天说呢，有不同的智慧，有听闻的智慧，思维的智慧，还有禅修的智慧。首先要听闻学习，学习之后呢，要思维它的含义意义。当你确信之后呢，那么就把它付诸实修禅修。通过这样呢，我们得到了。才能够得到了净除我们的烦恼迷惑的这样的一个因呢、哦、所以有三学，要戒定慧，戒定慧也是觉知哦，这戒定慧三学，这三个步骤呢是很重要的。我们喜欢直接听到空性、大手印、大圆满、觉知啊、哦，这一切都是心等等。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按照这种次第方法来学习的话呢，那么没有办法得到完整的利益。如果你按部就班的、按次第的来学，你就得到所有的利益。就像你在煮菜的时候，你要想你要煮的这些所有的材料，都要把它准备。
once you have that, 那就像是我们说的这个戒戒学持戒。当你说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然后开始来烹调，开始切菜，那这就像是我们这个禅定的修行啊，三摩地禅定的修持。当你所有的都准备好了之后呢，你要需要智慧啊，来煮菜，你要放多少的盐巴？那就像是三学，那就如同三学的修持呢，像我们的煮菜一般，三种具备呢，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一道菜做好了。所以同样的需要戒定慧三学，而持戒呢就是远离一切这种不善的这种障碍，就是让所有善缘呢聚集，恶缘呢去除，这就是持戒。所以佛陀给予的这个教法呢，就像是开的对众生开的药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对我们有利益的，好的，帮助我们的心可以稳定。所以佛是给予我们智慧，来去除这些不善的因缘，去除这些恶缘。所以当因缘聚集具足之后呢，就是修持禅定，让我们的心可以稳定放松，可以呢安住一心哦。那当心在这种安住专注的状态当中呢，那么才可以升起智慧。所以智慧呢是在这种禅定当中呢才会升起的。那么当智慧升起了，烦恼呢就无法呢在我们的心当中躲藏了，可以，然后烦恼就去除了。那所以呢在这里称它为是圣般若波罗蜜多母。之所以是母呢，是因为它让我们升起正悟之心。那接着提到的是五种殊胜，就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住王舍城鸠峰山中，与大比丘众及诸菩萨摩诃萨聚。尔时世尊等入甚深明了三摩地法之义门，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五种的殊胜，还有殊胜的上师就是佛，或者是五种的圆满，然后是世尊入三摩地的时候加持，可以加持的，而当时的时间也是殊胜的时间，是圆满。当时的这个听闻的听闻众呢，也是殊胜的圆满的，他们是
菩萨这些大比丘众跟菩萨，它包括出家众跟在家众，所以菩萨呢也是有这种在家的菩萨。所以这些是五种的圆满，并不是神话的故事，而是佛呢就在当时，佛是围绕他的就是他的弟子还有菩萨等等。And the Dharma teaching. Okay. Dhamma Kunzo. Chu Kunzo. Dhamma. And then the Guru Pusun Sopa. Yu Pusun Sopa. And the perfect place is called the. 然后处所的圆满。所以说法的地方呢是鸠峰山。All together with that occasion.And the teachings is applied. Now, samadhi of the enumeration of the phenomena called the perception. 所以当时佛呢是入一种成为甚深明了的这种禅定。In Tibet, we have called samu nawashita. Samu is profound.所以藏文呢有有所谓甚深跟明了两个部分。甚深呢代表的是空性，我们要知道有两种空性。当你去分析这个灵，你会看到这一切呢都是空性的，都是微尘的聚集。像是科学家的这种量子物理学一样，你会发现它是空性的，它的本质是空的。通过去 寻找这个金刚铃的本质，你会得到它是空性的结论。但是呢，你说它是空的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那我们在这里要去了知空性，修习空性，那这样才成为去除我们迷惑的因，直接的因。所以这样的空性，它是会让我们内在的智慧升起的，让我们了知我的本质的智慧。那么为了拥有这种智慧，它需有很多的因缘。那昨天又提到了两种的积累，功德的积累与智慧的积累。你修前行呢，你会知道的，有皈依、金刚萨多的修持、贡曼达、上师相应法，还有菩提心，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的缘，为了证悟空性所要具备的缘。所以空性呢并不是说说的，口上说说的空，而是一种智慧，它是让我们了知所有一切心的迷惑本质也是空，然后证悟之后就不再有苦因。在世界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痛苦，
身体的痛苦，但是大部分的苦呢，是因为心上的痛苦。从国家管理国家的人到可以说是睡在街的人都一样。我们说证悟大手印的上师呢，虽然他也会变老，但是呢，他是带着快乐的变老。他们也会生病，但是病呢不会带来大的痛苦。他是带着心中的这种平静与寂静来病的，最后他们死亡了，也是没有任何的恐惧。那么这样的一种证悟，它不是仅仅是一种说一说的空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佛法修持这么重要了。它并不是一种文化信仰的系统，而是呢，如何去离开一切痛苦的方法。所以为了证得这种空性，那这里说的空性呢，也是心的智慧。那为了这样呢，我们需要修正出的法，净出的法门。在密续当中呢，有提到首先呢，要对佛大乘的教法有这种坚定的信心，对佛法呢有深深的虔敬心，也就是皈依法。所以皈依佛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么带着这种虔敬心来看轮回世界的本质。它的本质呢是痛苦，而证悟的境界呢是远离一切的痛苦。尽管我们还没有证悟之前，没有脱离，没有涅槃之前，也需要这种智慧。第三呢，是对一切的众生呢要具有慈悲心。所以我们提到了轮回当中的所有众生呢，都是处于一种痛苦的状态当中的，身体的痛苦。但是呢，尽管虽然身心在痛苦的同时，也是在继续种下痛苦的因。那因此呢，轮回是无止境的。所以带着这种慈悲心，第四点呢，就是需要三摩地了，需要禅定。所以禅定呢是不可缺乏的。为了证悟，我们需要智慧来准确的照见事物。但是这种照见的基础呢，就是禅定。所以这四种呢是至关重要的。对法的前进，大乘佛法的前进，这也就是菩萨的修持之道。之后呢是智慧，了解轮回与涅槃的智慧。走第三是大悲心，然后大悲心是基于慈悲心的，然后在这样的基础呢来修持禅定三摩地。所以这四种
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一种因缘，它是让我们升起圣意菩提心所具备的因缘，也是让我们可以了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这种因缘。So the perception of the profound, the Buddha was meditating at that time. 所以当时呢，佛是在一种三摩地的状态。所以经文说的薄伽梵呢，他就是或者是薄伽梵呢，他就是佛。他进入三摩地了，他是Chöggyi Namchang 的藏文呢，它是两种的智慧，就是了知一切的实相，还有一切的事物。所以了知一切的实相就是空性，在空性当中呢，化现一切。因此呢，说是遍知哦，知道一切。所以在这里所谓的甚深入甚深明了的含义，佛的心是完全证悟空性的。所以在这种空性的禅定当中呢，佛是遍知一切。这两种智慧呢是不可分离的。总之呢，就是在这种状态，禅定的状态当中啊，然后经文继续说呢，复于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他是大菩萨，所以是摩诃，摩诃萨，也就是九地、八地、九地、十地的称为是大菩萨，或者是摩诃萨菩萨、摩诃萨。行深呢，般若波罗蜜多时，所以当时在般若波罗蜜多的修持当中呢，观音菩萨观察照见无蕴体性，皆是空性。所以是安住在般若波罗蜜多的禅定当中呢，来照见到这种无蕴的体性是空。那昨天稍微提到了无蕴。That's what we study. That's what we all practice within that five skanda. 我们说五蕴呢是色、受、想、行、识，识是心识。In the form, you see there also within the form, the body what we have, the four elements.那色当中，它是我们的身体，身体有四种的元素，与它有关的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还有眼的对镜，它也是色，然后耳的对镜是声，然后舌的对镜是味。鼻的对境呢是香，然后身体的对境呢是触。我们所看到世间的一切，听闻的一切，闻到的、尝到的、触到的一切呢，都是包含在我们说的色当中。所以它是包含一切的，包含世界的一切，飞机、火车、汽车、
物联网，你所有能够看到的、听到的，都包含在社当中，所以它是一个大的课题，大的对境。那因为是空，所以它不断的划线，会有新的东西出现。那总之呢，观音菩萨在空性当中禅修，然后呢，他照见所有的五蕴，他的本性体性呢是空。所以当时是具备这种智慧的，所以当智慧具足，他就烦恼就没有空间了。所以呢，身，所以心呢是自由的，但当心被限制了、狭窄了，是因为我们的心的烦恼。当你贪执，你就不能走得更远了。你有生气，你的心也是堵住了。当心呢远离贪嗔，那心呢就可以流动的，如虚空一般了，心就自由了。它不是一种文化，而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可以自由得到一切的好处。那也就是为什么佛法这么的重要。没有其他的世界上的东西能够教导我们这样。你可以去世界一切美好的地方，看到一切美好的事物，但你却没有办法找到佛说的智慧。所以为了升起这样的智慧，我们需要智慧的源，像昨天说的缘起法，一切呢都是缘起相依的。如果一个因缺乏了，就不会有果。所有你需要的因缘聚合在一起，那么它才会运作，才会有效。就像要泡茶，去泡一杯茶要多少的因缘呢？需要水，需要炉，需要茶。你要知道怎么样去煮它。如果你需要牛奶或者是糖，这些都需要。所有的因缘聚合呢，才能够煮这个藏族的奶茶。就如同我们的这种禅修也是一样的。我们也需要去净除。那么谈到净除的修辞，如果你读圣道宝曼，在菩提心品当中呢，他提到为了升起菩提心，甘波巴大师呢说，在修法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是要做供养诸佛，然后在回向的时候呢，他对于这个净除有很清楚的讲解，如何的净除我们的心，去除苦因，给予了详细的教授。甘波巴大师说呢，我们
因为烦恼而造作了恶业，它是为了我们这一生的利益，为了我们的亲友或是去除敌人而造作恶业，但是这些都是只利益到今生。但是当你离开此生呢，这些利益不会跟随的，身体要抛下，我们的衣服，一生积聚的财富，我们的敌人，还有名誉，一切我们都无法带走的。但是呢，所造的恶业却是如影随形的，生生世世的跟随着我们。那所以呢，当我们有暇满的人生，就是修净土法的一个最好的机会。这就是佛法修持。当我们越清楚心中的烦恼，心呢就越清明，你就越能了知道，哦，这是苦，这是苦因，这是善因。所以呢，我要特别的注意。那有的人呢，他们说我不在乎，那么可能首先他会说，什么善不善，这个不合理啊，为什么会变成不善呢？为什么我杀这个蟑螂会变成不善呢？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是，这个善与不善呢是不合理的。那因为他的心是不够功德去关照，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知善与不善，有这种觉知，就能够净除善与不善，是非常的幸运的，是一种，所以我们可以积累功德呢，是非常的幸运的。我也遇到很多人，我也很多人呢跟我争论、辩论说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呢？我想你们这一生也是有很多的体会的。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净除，当有机会的时候，我要尽量的修这种净除法，然后也是要感到非常的幸运的，然后来修持佛法。所以回到经文当中呢，那现在中文的译本我是用敦煌十世本啊，它跟藏文比较契合。那随缘伯切说呢，昨天说的空性，我们要了知一切是怎么样在空性当中运作的。昨天有提到铃的例子，金刚铃的声音我们可以听见，你可以说它不在任何的地方，所以它的空性，性只是性，它的本性是空的，所以一切的现象呢，就如在湖面月亮的倒影，月亮在湖上的倒影是清晰的，但是你无法接触它的投影，你能够看见却无法触碰。那么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了知到围绕着我们身边的一切的现象呢，都是我们业力造作的感受，
我们这一生还有生生世世，它其实都是业力的一种影像，也是我们心的一种投影，是心与业力的投影。在六道当中的痛苦，有地狱、恶鬼、畜生、人道、修罗、天道。有的时候我们会说，那地狱道在哪里？我们看到人，看到动物，我们只有看到人道跟畜生道。那从这两道呢，我们可以了知到其他的六道。像我们有的时候呢，身体会有很大的痛苦。我遇到一些人，他有这么多的痛苦，他无法接受痛苦。所以他是去在脊椎呢注射，为了去除一些痛苦。所以这种苦呢，就如同是地狱道。那有的人呢是，就非常很造作的感觉呢，好像就没有任何希望的，在心当中没有任何希望的，这也是地狱道。有的时候你感觉到饿，非常的饿，有时候你心里觉得啊，我什么都没有啊，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怎么样能够生存呢？很多的恐惧，像恶鬼一般。尽管你可能足够的，但是心里面很多的恐惧。如果这个发生，那怎么办呢？那这就是心理当中的恶鬼。动物你是可以看到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呢也是笨笨的。你在禅修持咒，有的时候你也觉得我到底在做什么呢？我在浪费我的时间，我应该要做其他的事情啊。禅修念咒这个好像没有意义啊，感觉自己很笨啊，像动物一样。那作为人呢，就不用说了，有生老病死，然后心有的时候有很多的嫉妒，那这就是所谓的修罗的心态啊。有的时候你觉得啊，生命多么美好，天气这么好，就好像在天道一般。所以作为人类，我们有六道的感受。所以去看这些痛苦，去思维，我并不是说一切都不好啊，但是通过思维呢，会帮助我们了解佛法，也是让我们对于修法会鼓舞我们的心来修持佛法。那么在入天菩萨的这几天菩萨的文本当中呢，也有提到的。
opportunity to develop compassion. 所以这种思维呢，让我们对一切的众生啊，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产生慈悲心。像我们的家人受苦了，你是有多么担心呢？你会怎么样努力去帮助他呢？所以把这样的心把它扩展到一切的众生，所以升起这种慈悲心，因为苦，所以呢，让我们有升起慈悲心的机会，然后去观察世界的痛苦，这些苦的因是不善，这也是给予我们机会，通过观看世界，了解到苦因是不善行。所以这些心当中的功德或者价值呢，可以通过思维观察痛苦产生。所以呢，我不需要把痛苦都看成是负面的，而是呢，它是一种机遇，一种机缘，让我们产生这种新的慈悲的功德。然后我们也要去思维无常，思维轮回的痛苦，还有轮回的因缘。或者是说呢，永远无止境的这种业力的因缘果报，永无止境的。那所以当时观音菩萨呢，照见了，观察照见五蕴皆空。所以要了解空性之前，首先要了解这一切五蕴呢。所以当时经文之后呢，经文有说呢，成佛威力，也就是在佛的加持佛力加持之下，所以呢，十具受舍利子，他向白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他提问，若善男子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复当云何修学？”所以首先呢，每一个人都有佛性，然后要升起菩提心，也就是进入大乘的佛门，大乘之家。这里所谓的家呢，也就是可以遵循正悟之道的修持者。这里有提到的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欲修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刚才说的这种入佛门之家呢，也是中文称为是善男子、善女人。然后呢，他提问之后呢，观音菩萨是这样回答的。
free from suffering. 观音菩萨说呢，这些善男子、善女人欲修行深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呢，应该如是观察，也就是一切的现象本性是空。那彼应如是观察，五蕴体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么昨天关于这一点呢，稍微的提到，我们看到的一切现象的本质与空性是不分离的，与空性不可分割呢，并不是说是它空性哦，而是看见它的空性。我们的所看见的一切与空性是没有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需要智慧去照见。所以说色即是空，在自息上的分析它是空性，还有从智慧上来 观照它是空性。首先是通过分析一切是如何在空性当中运作的，就如同量子物理学。那当我们修持让自己去证悟，我们要知道去观察说我在哪里，谁是我呢，这样的来禅修，你会了知这种我紧紧拥抱的我呢，无处，它不在一切处。当你看到这种本质，然后你禅修空性，然后心就变得放松的、轻松的，他让你呢远离，让我呢远离一切的痛苦，远离一切的束缚、边际。所以这个基是大手印，还有修持的这个道，最后呢证悟空性。所以这里经文提到的色即是空，空即色，空即是色，然后呢色不异空哦，色与空没有不一样，所以色是空啊，空性本身也是色相，色不异空。这里说呢，是为了去除这种虚无主义的见地。要空不异，空不异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呢，算是去除常见与断见两边，恒常主义与虚无的主义，如彩虹一般的。当我看到彩虹的时候呢，看到空性呢，它并不是不存，完全的虚无的，也不是真实的存在的，所以如彩虹一般。
所以砍断了藏见与断见两边。So enlightenment is here. No place go outside. No outside we can go to for enlightenment. So enlightenment is within us. 所以空性呢，不是能够向外寻找的，是从内而证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五蕴，它的本性是空。当我们拥有这种智慧呢，它最后会让我们可以证悟佛果。那么当你证悟之后呢，轮回它就本质就是涅槃了。但你尚未证悟呢轮回的本质，那轮回它就是轮回。那么同样的，也就是说如是受，所以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所以受即是空，空即是受。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与空性没有不一样，空性与受没有不一样。所以如是的想行识啊，亦皆是空。像我们受呢，我们就说今天感受很感觉很好，明天感觉不好。感觉良好的时候呢，有贪执。感觉不好呢，有嗔心，那么这些都是苦因。所以这样的一种受呢，它也是本性，它的性是空的，要远离这种贪嗔。产生的贪嗔，所以之后呢，提到的是想。想呢是一种分别的念头，你感知到，你觉得这些是好的，这是不好的，大与小。所以心有恶缘的分别，通过这种智慧呢，好的你会说有更好的。那么有的时候更好的是可能会变成是不好的，一切都变成是相对的。那么这样的去观修，就像是你看这个桌子，上面有金刚杵，桌子是长的。然后金刚杵是小的，然后你看下面的这个桌子，上面的小桌子就变得小了，下面的是大的，那这就是相对的。那如果再比它更大的，这么这个下面的桌子就变得小了，然后金刚杵又变得相对之下更小了，所以这些都是心的相啊，
分别的念头。It makes him empty. So this is how everything becomes emptiness and relative state. 所以这种变长变大或者变小呢，都是相对的。所以好与坏、大与小，都是相对而产生。这些所有的所谓相对的想法呢，它的性质呢，它就是空的，所以行也是空，空行这行即是空，空即是行，行不异空，空不异行。所以行与空性呢，没有不一样。所以这些五蕴我们要去观察禅修，禅修空性的本质，然后心与一切的边际束缚远离，没有任何可以执着贪执或者是嗔恨的，没有任何抗拒贪着的东西。一切都是空性的智慧。是故舍利子，一切法空性，空性有八种特性。所以，一切法空性，像铃，金刚铃，它的本质是空，但是在空性当中呢，没有所谓的好坏，正确不正确，是它是无声的，在空性当中它是无声。你禅修，所有在相对暂状态产生的念头都融入到空性当中，那么这种念头的升起消融呢，它是无生无灭的，也代表是没有任何我们需要去抓住保持的，只是仅仅在那边去观察。所以在空性当中呢，它是无声的，同时也是无灭的。当你看到心就是念头，因为我本质是空的，那么在空性当中呢，是无生无灭，所以不需要有任何的执着，同时也是无垢，
所以呢，没有任何需要净除，它本身就是离垢的。心的本质是空的，但当心有执着，你直接观察执着是什么，你会无法找寻到这种执着，它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是空性，一切法是空，是无垢离垢的。它不是落于一边的。那中文会说是不垢不净，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无垢离垢。所以我们要用心，在心，让心在禅修当中去了知。That itself is called not without stand. This what shows is 它是不垢不净的。所以是，如果那如果心是有这种垢患的，然后净除，那么不能够说它是能够说是无垢离垢。但是因为它远离一切垢的，所以呢，说无垢离垢。那也因为是无垢离垢，不需要有任何的减少，也不需要任何的增加，所以是无减无增。所以这是空性的八种的特性。Emptiness is described not just mere empty. We have to study on this. No, why? 所以，空性呢，不能够仅仅说它是空啊，然后而是你要真实的了知，学习它是如何不生不灭、无垢离垢、无减无增的。The pure mind itself is where it is, where it abides within the mind, and within in the emptiness. 所以清净的心呢，是安住在空性当中的。当你证悟到心的空性，你就会看到所有心的功德。所以有心是无畏的。佛说呢，心有四种无畏的功德。当佛说我证悟了佛果，没有任何需要净除了，一切都是清净的，那所以不需要有任何的净除。所以没有人跟佛说你不是清净的。所以佛说他是远离一切的，远离一切的垢。佛说他是遍知的，代表他是了知轮回与涅槃的一切处。那么也没有人能够像佛说你不知道这些事情。这一切呢，都是建立于证悟空性而来的。If you cultivate bodhicitta, this will lead you towards enlightenment.
如果你修持菩提心，它最后会引导你的是佛果。那么也没有人呢可以在佛面前挑战佛陀说菩提心不会的修持，让我们可以得到佛果。那么佛说，当我们有无明，有嗔心，就无法脱离轮回了。那么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在佛面前挑战这一点的。所以呢，我们说是佛是无畏的。之所以无畏，是因为他对于空性的完全的证悟。那么当然呢，在要证悟空性的道上，我们需要给予他一个标签，称他为是空性。那后面呢，会有提到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咒。所说的这种无畏呢，也是无有挂碍。那总之呢，当时观音菩萨向舍利子言呢，就是空性是无相、无生、无灭等等，都是一种化现。首先从五蕴开始，也就是在空性当中呢，是无色，然后重复无受、无想、无形。之后呢，无形之后是无识、无有识、无眼、耳、无眼、无耳。所以首先是五蕴，之后是十八界。所以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So that is the five, the ten, the twelve ayatanas. 这是十二入。No eye consciousness, no ear consciousness. 就是无眼识、无耳识、鼻识等等。六识。以及对应的色、受、想、行是所以刚才是十二入，然后最后呢是再增加到十八戒。所
无色无声无香无味无触无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所以是无眼界无耳界无鼻界等等直至到无意识界没有眼界No ear element, no nose element, no tongue element, no body element, no mental consciousness element. And then there comes the six, the object form. 然后呢，是六种的对境。The sound, the smell, 色声香味触tangible object and phenomena. Then next, 这些可以接触的对境还有法。Ear consciousness, no consciousness, no tongue consciousness, the body consciousness, mental consciousness. So these 没有眼识等等。眼、耳、鼻、舌、身、意识。总之呢，是三种的分类。从五蕴摄入十八界这一切呢都是包含在空性当中的所以并不是说只是说一说的空性哦而是一切都在空性当中运作空性当中就包含了所有这些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到的可以了解的每一个部分是如何运作它都包含在空性当中是为了要证明要了悟我们需要智慧Always in the way to free from all this. To free from all the boundaries. Say. Then there comes here no ignorance. 之后呢，文本说到的是，无无明，以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是十二因缘所以我们要数一数这十二因缘无明行始心始从无明Which within that confusion, ignorance. 从无明的迷惑当中，这种从无明迷惑的心来造作业，我们带着业的这个载体就是心识。心识在母胎当中呢，有形。有名跟色，名与色，它带来的是这种增长啊，六种的增长产生的是触，眼触到色，耳。耳根接触到声音，鼻根呢，接触到这个气味，还有舌接触到味道，
啊，心接触到这个现象，身体接触的是触。那么之后是会产生感受，好的想法，不好的想法。那么感觉好的时候就有贪执，当有贪执，那么就有欲求、执着。然后就是对你执着的，就有贪执，然后就会产生这种业，然后我们会投生。第14、11，有了生呢，从生的那一天，我们就开始老了，然后死。所以就是十二，这就是轮回转动的方式，从无明开始。无明就是不了解轮回与涅槃。我们只是在享受此生轮回的生命，这种轮回的事业，所以就有了所谓的行无明行识，然后一旦生了就老死，死亡之后有很多的迷惑，有很多的心中的失望、绝望等等，然后依据我们的业力再次的轮回。所以这12因缘呢，可以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是无明，然后是八种的贪执，或者是九种，有三种呢是心当中的烦恼，所以第二是行到十，它都是属于业力。所以当有了烦恼跟业力，最后产生的就是果。这个果呢，就是心识，然后就有了名色、六入。然后畜还有生老病死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轮回是怎么样不断的轮转的，它的原因是缺乏智慧，所以不断的在重复这一切。所以你去观看无明，无明在哪里呢？ Termination。所以经文说呢是无明。提到的是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我老死亦无老死尽。
exists. Or as earlier I mentioned, this. 所以无明在哪里呢？之前提到有业力与智慧，那么通过止观的禅修，当智慧与觉知共同运作的时候，无明在哪里呢？那么这个时候你无法寻找到无明。就像是我们提到的，当用金刚铃的时候，啊，你会了解到这一切都是因缘的一种展示。所以声音跟这个金刚铃呢，它是一种缘起相依。同样的，无明也是不存在一切处。所以当你明白无明是 无处可以寻找的，就如金刚铃的声音一样，那么就会有一种所谓的坚定的确信，他就得到一种净处。然后你就能够了知到一切，那么就不会再造作业力了，然后也不会再来投生，不会再投入母胎。所以一步一步的十二因缘呢就解散了，这也就是所谓的处理轮回。是因为智慧觉知让我们可以看到轮回与涅槃的本质。当我们尚未证悟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轮回即涅槃。我们不能够说呢，轮回的本质是空。但是当我们证悟了悟轮回，不过只是缘起相依，各种互相的关联，那么你就可以说轮回它即是涅槃。所以在藏文啊，在这里提到的是十二因缘，十二缘起之。Then next is that no suffering, no origin, no cessation, or no cessation, no. 然后接着经文提到的是无苦集灭道，这里是四圣地。As you see, four noble truths, as we know.当我们提到四圣谛，那首先佛呢，他教授了四圣谛。那因为我们在轮回受苦，因此佛陀呢，为了减轻我们的痛苦，告诉我们什么是痛苦。所以就是苦地，然后我们首先苦地呢有苦苦，也就是我们都看到的身心的痛苦，我们会
变老会生病，那心呢也会有忧郁，有不高兴的时候。所以大家都了解了知了，我们不用详细的说。但是行苦呢，也就是在世间的这些苦乐呢，它是不是恒常的，如天气一般呢变化，早上天气很好，阳光灿烂，也不是那么的热，非常的舒服，但是呢不会长久的。当云来了，雨云来了，然后痛苦又出现了，这就是改变带来的痛苦。像是饿的时候，你觉得我是饿，这是苦，然后你去吃好的午餐。哦，我感到很快乐，很高兴。午餐很美妙。那么如果这是真的是乐因，那应该是吃的越多会越高兴，但是你吃太多呢就会变成痛苦，这就是辛苦改变的痛苦。那吃了好的午餐，我感到很高兴，但几个小时之后呢又感到饿了。所以这个苦，这个快乐呢，它是短暂的，不恒常的。所以你看这个娑婆世界，轮回的世界，都是经历这种改变的痛苦。然后只要我们有五蕴呢，执着，只要我们执着五蕴呢，我们就会造业。不管我们在哪里，是在欲界、世界还是无色界，所以这个苦呢，它是遍布一切的。所以我们要了知，这些痛苦，很清楚的去观察。所以对于轮回的乐呢，不要太执着。所以当你了知痛苦之后呢，佛说我们要去远离这些痛苦，所以有讲到的是十恶业，这十种的恶行呢，它是引起痛苦的。所以我们要去思维观察，到底这是不是有道理的。所以刚才变化的苦呢，中文应该是坏苦。所以三苦是苦苦、坏苦跟行苦。所以苦因就是痛苦的源头，所以我们要放下这种恶行苦因，所以禅修对苦因做思维禅修。所以苦地跟极地就是轮回的因缘，之后呢是
道地跟灭地，它是涅槃的因缘。那当我们通过道地的修持，去除一切苦因呢，得到的是灭地。所谓灭，就是灭除一切的苦。当你根除了苦因，那么苦就不再存在。当因是根除了，苦果就不再有了。我们也称这种的境界为涅槃了。那怎么样得到涅槃呢？也就是通过道地的修持，八正道的修持，正见、正念、正行。正见呢，是中观的见地，大手印的见地。当我们了知呢，用这种见地在道上修持，有正见就有正念，然后做出正确的行为，然后去除十恶业，行十善，去十恶行十善，然后需要有正命，正确的生存方式，还有正精进，正定。这总共是八正道。是为了去除一切的苦，达到灭地的八种方法。No cessation, no path, no wisdom, no attainment. Then this here comes, no wisdom. Here no wisdom means when there's no object to know. 然后呢，提到的是无自哦，无自代表的是当你了知一切都是空性的时候，对境是空性。所谓能观跟所观都是空性。当你超越二元对立的心，就没有智慧。但并不是说佛陀没有正确观察的智慧，而是没有这种二元的对立，所以就称它为是无自。所以当你证悟了解是圣地十二因缘，当你非常正确的了解所有的一切，那么就无德了，没有任何需要正德的。所以经文说是无德亦无不德，所以这是一种无二的境界。所以那心经的这个咒呢是。Body, five, so it's called the five parts. 有仁波切讲到的里边呢，这包含了有五道的修持。So this morning may be here, and this tim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那今天早上就先讲到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提问。Thank you. Yes. Oh, thank you for a beautiful teaching. Okay. I'm so fortunate. Okay. So,
everything you said applies to the dream state also. Dream state. Now we have the waking dream, the sleeping dream, and the bardo. Uh-huh. 所以问题说仁波切讲到的一切呢也可以包含到梦境，就睡梦的梦境，还有醒着的梦境，还有中阴当中。那在梦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并没有了知到我在在梦境，并没有觉知到我在梦境。那么在中阴怎么样能够觉悟觉知到自己在中阴呢？所以仁波切回答说三学是不可缺少的，所以要做到你想达到的这种呢，你要通过三学。首先是从持戒让你的基础之上呢达到稳定的禅定。那么这种禅定的三摩地呢就变成基础，让你去证悟梦境，或者是能够觉察梦境的基础。现在的生活我们非常的繁忙。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心太忙了。当你如果达到一种稳定的禅定，那么在睡梦当中呢，你会觉知，但是如果你缺少禅定呢，你就无法觉知的。但是如果你有好的禅定，然后你入睡，你就知道你在进入睡眠了，你不会忘记，而是心会持续的知道你进入睡眠了，然后梦境出现，你会觉知到哦，这是梦境，可能是很清晰的梦境。当你看到这种清晰的梦境，你会觉知到说哦，这是做梦啊，就像是白日梦、夜间的梦，都是梦境，不是真实的。然后你就会有这种智慧的觉知。So you see this, whether it's daytime or nighttime, samadhi is very important. 所以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或者是为了证悟啊，这个三摩地的禅定是非常的重要的。像昨天提到了，你这一生当中可能听到大手印、大圆满的教学很多次了，但是呢，心还是不断的产生烦恼，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这种证悟，原因就是缺少禅定。When I realize this life is a dream, yes, it feels uncomfortable. Like, 有的时候，当我想到此生是梦境呢，我感到不舒服，然后我想从梦境醒来。仁波切说，如果你知道这一生是梦境，你不需要再觉醒了，因为这就是觉醒。那么觉知梦境本身就是一个觉醒了。那如果你感到悲伤呢，代表你有贪执，你有执着，你对此生有执着。
there's nothing to attach. I feel so sad. 那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哦，这是一个梦境，没有什么可执着的，然后你就感到悲伤了。Thank you, Kenchen Lam, for such beautiful teachings and answers. Anne has a follow-up question. She's basically saying like in the daytime, I don't feel there's a samadhi.That I have achieved. But in the dream, she's actually encountering like frightening scenes. And she calls out to the guru. Like, why is that? What would cause that? 那另外一个弟子呢，是在梦境当中会有一些噩梦。他问仁波切。So she's asking like, she doesn't think she has samadhi in the daytime. Oh, daytime. But during the dream, like if there is some like bad, 他的问题是呢，他觉得，梦境白天没有禅定，但是如果梦境当中有噩梦呢，他会向佛菩萨跟上司祈请。仁波切说呢，首先这是好的，因为你对上司有前进心，这是代表有很好的正面的这种潜在的力量。Then you say it depends on your awareness. If you have a kind of understanding real, then you call the guru. No. 然后根据你的觉知，然后你会向上师祈请，祈请加持。First of all, say, give me the.All the capacity, mental ability. 然后你可以祈请给予你能够证悟的所有一切的力量，然后让我的心与上师的心呢不分离。这也就是上师相应法的修持。就法本当中的上师相应法，你可以观想直天顺空尊者在面前。那首先是皈依，然后修持菩提心，然后祈请，然后上师的悲心跟你的前进心，因为这种因缘的。结合得到上师的灌顶，净除你所有身体的障碍，还有心的障碍，得到完整的灌顶，然后上师融入光，然后光融入你，然后你变得与上师无分别，不分离，这就是上师相应法，上师前进心的修持。所以上师前进心呢，并不是说说祈求上师给我这个给我那个，而是以方法，是一种方法，让你的心与上师的心结合的方法。所谓上师的心就是佛的心，并不是物质的东西或者外在的，是佛心。所以佛心上师的心与你的心融合，上师的心融合到你，所以现在我的心与上师的心不分离，己心师心不分离。所以在中阴的教学当中呢，有提到的这个净光的修持，母的净光，子的净光。所以你的禅修修持代表的是子光明，然后你的本初的善呢是母光明。所以你的禅修是让你的子光明与你根本的佛性的
母光明啊、做一个结合。Thank you, Kenchula. Would you also say the devotion to the guru or the Buddha nature is also sort of a form of a samadhi? It's also a form of samadhi. Samadhi. Oh yes, of course.所以前进性是不是也一种三摩地呢？所以仁波切说我们的心没有任何的动摇，而且持续的一步一步的修持，这也是一种禅定三摩地。但是当你念诵的时候，如果心跑到这边跑到那边，那就没有禅定。你知道我在念咒，但是呢，那在念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但是这个心跑到厨房，跑到市场，开车，这没有禅定，没有三摩地。但是如果你在，念诵。你就完全的专注在所念诵的文字，这也是一种禅定。所以行走可以带着三摩地禅走，行走的禅修，还有吃东西的时候的禅定，吃东西就专注的吃，也是一种禅修。所以密勒日巴尊者说，我在行走的时候禅修，我吃东西的时候在禅修，我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都能够做到。I had a question about candid origination as you were explaining. 有一个关于缘起的问题。Consciousness comes into the womb and then name form. Then name form.I wanted to ask first, really, what is name form? Is it just the sense of object? 是关于首先十二缘因缘当中的这个名色的这个问题。所以，当你一旦投入母胎，然后你的器官这些还没有完全的发育，眼耳等等呢还没有发育好，所以我们就称它为是名色，色呢就是色身，就是你投入母胎的那一刻就是有色。所谓名呢，名当中包含有五蕴，受想行识。为什么说它是名呢？因为当时是还没有很清楚发育的，不清楚的。那这跟红白二点有关联吗？还有蓝色的红字。堪布说呢，这个没有关系。这是智慧与方便，红是智慧，白是方便，或者是智慧与慈悲，所以智慧与慈悲，或者是白的是身体，然后红色是红色是语，然后是意，身与意。The body, speech, mind of the Buddha are together. 是佛身与意的，欧玛哄的这个三种颜色的结合。Also, you know, method, 方便智慧，然后哄呢是。正悟方便与智慧的结合，正悟完全正悟方便与智慧。Is it separate from dependent origination? Because not separate. It's not separate. Okay.
Everything i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interdependent. Okay. 那林波杰说，但是这都包含在所有因缘当中。Yeah, thanks, Kencheng. I have a similar question to Sandy's, which is, how may we apply the principle that you taught in the Heart Sutra with, for example, the home syllable visualization? Home visualization. Yeah, home visualization, because Gachun Buche has taught many, many times on, like, you know, the home visualization.Either on the heart chakra or the navel chakra, like how do you apply the principle we learn here, with emptiness, with that? 所以问的是home式的观想的问题。Om self, Om ah hong. 仁波切说这个 Om ah hong. As I mentioned, you know, hong, Om is the body. Om 呢代表的是身体，啊是欲。然后呢是心 both, body, speech, mind can dissolve into the home. 所以身与意呢都可以融入到home字，然后home字呢可以融入虚空啊。That's what this means. It's all phenomena which we talk. 从头顶出去融入虚空，我们说一切的现象呢都是心的化现、不管是直接的间接的轮回与涅槃呢都是、心、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层面来说在共契、共契当中呢有一句金刚语是这样说的就轮回与涅槃，一切的现象，都是心的投影，或者是心的显现。那么下午呢，我们可以讲解这一点。Okay. Want to say some questions? Just here. We can say yeah, just page 70. 做简单的回向。Yeah, also I want to go through this, I mean, this afternoon or tomorrow, you know, this dedication prayers. It's really so good. 那么今天下午或者明天呢，也会讲解这个回向文，因为一切的教法都包含在当中。珍贵大德自尊根本上师及传承吉祥大德上师众。及诸本尊天众，住于十方诸佛菩萨、诸佛菩提萨埵众，一切永复空行瑜伽母及空行大众，皆请垂念我，愿藏我等能以此般广大善根所生威力，以身与意饶益一切有情众生。愿我心中毕竟不生贪欲、烦恼及嗔恚、愚痴、我慢、嫉妒之相。
愿于刹那亦不生起，希求今生名声、美誉、曾世等享。愿慈悲与菩提之心滋润我心绪，成为遍满虚空，作极好摄受之善知识，乃于此生即能证得大手印之殊胜悉地，唯愿一遭临命终时，乃能得眠，解之节之，心除惧苦。愿我不逢种种恶事，愿我始时不怀邪见，愿我不逢非时横事，愿于死亡怀欢喜心，怀卓越心，亦愿始时心性极明，赋予法性极其清明。无论临终化中阴际，愿皆能证大手印字最胜西地。Thank you so much. 来感谢大家。